这是传统开放式冷却水塔散水管，水垢堵塞散水管，导致散水管不会转动，且散水不均匀，散热效率差。这是浸会密闭式冷却水塔，散水均匀，散热效率佳，且散热片可自己拿出清洁。冷却水塔散水管的选择也很重要，千万不能马虎。我们下次见，啾咪。